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好几集以来呢，师父一直为我们分析贪究竟有什么坏处，以及什么是贪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如何来戒贪。那么师父，既然贪是五毒之首，又会带给我们这么多的烦恼，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样来去贪，或者说来戒贪呢？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，少一些啊不需要的东西，而且呢能够尽量把自己身边的多余的东西给人，所以是以布施啊来对治贪，用布施来减少贪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一个是呢叫做釜底抽薪，就是说为了这个贪的念头这个增长啊，叫做加强的增强的话，最好是釜底抽薪，叫他东西给人。那不仅仅是物质的东西给人，就是从心理上面呢来啊来改善自己啊，那多一些呢为人设想的，为他人啊这个谋求福利，以自己的时间给人，以自己的智慧给人，以自己的财力给人，以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呢资源呢来协助人。其实这种做法呢虽然不是贪，但是呢他会得到的更多。这个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跟呢这为什么，因为为己求的时候呢是一种贪，是很痛苦，为他人谋福利呢这不是贪，而是这是不是，那叫施舍。就拿我个人来讲啊，我是一无所有的人，是个出家人，因为我就想到还有许多的人呢在教育不够，他们的知识不够，而他们的心情不好，他们生活得很痛苦，那我就想办法帮助他们改善了，因为要改善他们的环境，帮助他们的受到教育，因此我就要找钱呢，我就要这个啊要一种教育的设施，培养一些环境，那让人呢有受教育的这个可能性啊。那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是一样东西没有得到，可是呢我能够运用的东西就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需要替人服务啊，需要奉献啊，结果跟我有同样心愿的人他们会来支持我，那这样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变成这个样子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法鼓山，我过去我连一毛钱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有个法鼓山？现在因为我要奉献，结果法鼓山出现了。法鼓山是不是我的？不会是我的，永远不是我的，本来就不是我的，永远属于社会的，属于大众的。可是呢现在因为由于我的这个付出，所以大家呢是共享盛举的人呢越来越多，这聚集的这个力量啊越来越大，所以就能做越来越多的事情，就越来越多的事情也是能做起来了。所以这个老子讲的一句话是非常有道理，所以基于人呢己有，也是说自己能够越是能够给人呢，自己会自己东西越有有的越多，并不是说自己有，而是呢它自然而然会来。好像是说我们井里边的水，你要把这个井里的水拿出去的时候呢，井里的水会来的多一些，你永远不舍得把那个井里的水拿出去呢，井里的水不会涨起来。而自己如果说是拥有许多的财产啊，而不舍得给人，那
很痛苦的。一方面呢，人家会骂他是守财奴；另外一方面呢，自己这个钱呢，担心着怎么用法，死了以后究竟给谁用。所以说呢，财产应该是呢，属于社会共有。这样子的心态，那也不叫做贪。你来的再多的钱，也不叫做贪。因此这戒贪最好是付出，不是。但是呢，越不是越付出，你是有的越多，有的越多，你那个付出的越多，这也贪心越来越少。像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叫他是什么？智慧圆满，而持福德也是圆满的。所谓福德是什么？福德就是呢，奉献给众生呐、是无限的奉献，从来不想回收，那这心中完全没有贪心了。如果说一方面付出，一方面还想回收，那还是期待着有个什么东西在，那还不叫做绝对的圆满的一种福德。圆满的福德就是无贪的、无私的、绝对的、永恒的奉献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布施的时候，一定有东西可以布施，你才能够布施啊。有的人本来没有东西，任何东西都没有，但是发起了这么一个愿心，我希望布施，结果呢，他会有，他只要努力去争取，努力去制造，努力去生产，努力去加强自己的能力，这样子他就东西布施给人了。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好像又能够印证前面师父所讲的，就是念头还是很重要。虽然你一样是用布施的行为，可是你如果是正念的布施跟妄念的布施，可能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妄念的布施是有所企图的，有条件的布施。那有条件的布施，有所企图的布施，那这个是烦恼，那还是贪。所以父母对儿女如果有期待心，所以养儿防老这个心是不对的，是错的。为什么？期待着儿女将来的回馈，这也是一种贪心。对，但是呢，儿女要回馈父母，这是儿女自己的事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，下一次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谈戒贪。Thank you.